长龙之巅，游离出幽，众生归全。鬼吹灯系列原著改编，往下每一步都是修行。只有木尘珠才能破解他们身上的诅咒，千万不要去动他。蔡恒、顾璇、于恒、陈雨思，那他们回得来吗？他们愿意回头吗？云南虫谷，未来电影台，摸金回归。